子时一到，正式迎接金龙年。台中市南天宫新春开庙门，祈福典礼庄严隆重，不抢头香，在法师带领下共同焚香祝祷，祈求新年顺遂。每年的活动我们每年都有来排，为了老公，然后想要让他多赚点钱。来拜这几年啊，拜几年？拜几年？拜八年。不少信徒不畏冷风，顶着近10度的低温，穿着厚外套大衣，吃完年夜饭就赶着来排队领号码牌，就想领关圣帝君加持的开运钱母，沾沾神气，求个好财运。咱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把今年来咱的癸卯年，今年来好的代志呢，该留落来；歹的代志呢，叫神明该化解掉。好累啊，不知道哎，就好累哦，天哪！民众想领开运钱母，还得必须挑战爬6楼登高。龙年开春，信众走春祈福，浓浓新年氛围。民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